출발! 欢迎收看，我是江江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个小杰跟奇亚的模组。这一次这个神魔之塔更新啊，这个是不是要准备来抽卡一下？来，看到没有？猎人成语猎人啊！哎呀，我们这次要来抽一下，准备一些宝石啊，是不是？OK， 我们有30颗宝石，来抽，第一抽。I don't really care。 哎呦，这次换了封面了，这是什么？有准备。我期待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伊尔迷，别闹了好不好？给我大奖啊，小杰或是奇亚。拜托你，来，我看下一个。Hey, watch where you're walking。 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期待，期待。什么？比斯奇？我们再来一次。哟，这次有发光哦，会是什么呢？哇，传说级的雷欧利，再抽上瘾了。让开啊！什么？又是比斯奇？最后两抽了，哎，奇亚，给你抽一下。几个比斯奇啊，太瞎了吧，都没有抽到我想要的东西，生气啊，变身了，我去死，剪刀石头布，卖照你给我回来。给我过来。发射。没有中，又跑又回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去海里面啊，去，想干什么干什么哈？干什么？吃到头！气死我了！这黑局到底有没有这么难中啊？啊，这是谁啊？吸血带他的部队来了。
攻打洛圣都是吧？饶不了你啊！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喂喂，啊！喂，快快打！哎，哦，连续性攻击，谁们偷射我？可恶！站出来！喂，哇！我反而打到自己人了。等下我卡住了。啊！我抓错人了，气啊！对不起啊！什么？又是你？我在这里，你有不知道吗？还有你！喂！啊！喂！滚回去你的星球！我要用我的必杀技了！只跟这一整条道路。哇！一个人都没有打到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然后用我的元气弹，从这边开始好了。这太小颗了吧？飞过去，哎，是大颗一点。去吧。哇，谁丢的啊？怎么这么准啊？喂，阿达，西索，找到你了，就是你，始作俑者，还能攻击我们的军人。这个西索还没有喜感，居然拿枪啊！去死啊你！刚好你来，让我发泄一下。滚回来！呵啊！剪刀石头布！呵啊！这刀还可以追踪哎！跑去哪里了？不会把他挂了？自己有没有那么弱啦？好啦，应观众要求，我再重生一个吸血出来，把这小兵干掉。我现在跟他 PK， 剪刀石头布。我现在把他抓起来，丢，根本没有反击能力。瞬移把他抓起来，不让你这么快落地啊！再瞬移，丢远一点好不好？去，我们这次要丢地板，瞬移到地板上，哎，丢，剪刀，去，喂。连击啊！居然不会挂，血这么厚在，来，继续，继续，再起来，啊！林间抽到不少吸索，淹死他，别想跑啊你！居然躲在上面，是不是？来找你了，
觉得躲在厕所的西索出来面对吧。看到你了，给我出来啊！去。哎，人呢？我手滑一下，人不见了。看到你了，西索。发呆是不是？去。好啦，我是奇亚，我们就不相信最后一颗会抽到这个好点的卡片了，来试一下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准备好哦！不要再给我中一些有的没的，到底会是什么呢？传说级的，我抽到奇亚了 ！Oh my god！实在是太爽了，变身！终于啊，各位，终于啊，我们最后一抽抽到奇亚，啊，全身都是发电状态啊，超级爽快的。影片就要到这边了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下次再见了。